下网过程中的话，站在岸边就可以了。好，像这样子，理着网就可以了。我们下的这个就是底网哦。全程下网的话是没有噪音的。一分钟左右把这个渔网给下完哦。下完之后呢，我们脱钩，然后遥控回来就可以了。网的话放在这里。然后遥控船开回来就可以了。